玩家今天依旧开了一局单人生存，他将住所搭建在了一处山顶处，周围是茂密的云杉树林，据说云杉树林经常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玩家不相信，他决定试试。果不其然，下一秒他便在住所附近发现了一些 blood。他清楚地记得之前这里是没有的。当他查看周围的环境时，突然下一秒，河对岸的云杉树旁出现了一个红色的身影。接着便快速消失。好家伙，刚开始就高能了吗？玩家迅速地追了过去。什么生物会是红色的？而且那个东西很明显是个直立行走的生物。他游过河对岸后，并没有在这里发现那个红色生物的身影。难道刚才自己看花眼了？但是玩家实在想不出来 MC 中会有什么生物是红色的。算了，可能是自己看错了吧。玩家没有太在意，他接着便准备挖矿。可挖着挖着，身后突然传来了一声怪响。玩家一个回头，洞口什么也没有。可刚转过身来，那声音再次响起。玩家迅速的再次转头，只见又是一个红色的身影在洞口，接着便快速消失。玩家丝毫没有犹豫的再次追了出去。这一次他也看清楚了那个东西的长相，那像是铁傀儡，但是却是红色的。随后玩家又对周围的环境观察了一番，确定一切正常后，便打算返回住所存储物资。可当他走到住所外时，一个抬头，住所的门是开着的。 What?一种极其毛骨悚然的感觉充斥着玩家的身体，他怀着忐忑的心朝着住所走去。接着的一幕令玩家开始恐慌了，只见住所的地板上出现了一个头骨和 blood， 并且自己的木床以及工作台物品箱都通通被破坏了。这不是一般 MC 怪物能干出来的事儿。玩家推测这应该与那个红色的铁傀儡有关。玩家此刻很害怕，他不敢踏出住所半步。正抬头观望天花板间时，突然被攻击的声音响起。玩家迅速地看向窗外，只见那个红色的身影再次出现。这也太离谱了，看来自己被不好的东西盯上了。玩家迈着极其不安的步伐，缓慢地朝着住所外走去。那个红色的铁傀儡已经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此刻整个世界内格外的寂静，天色也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黑夜。玩家本能地想入睡度过黑夜，可当他入睡时，系统却提示当前无法入睡，有怪物在附近。What？ 有怪物？周围并没有看到怪物的身影啊！什么情况？玩家再次走出住所出去查看，但是并没有看到怪物的身影。前方高能预警，请屏幕前各位胆小玩家赶快将我超勇打在弹幕上，激活弹幕护体。谁知下一秒，红色的身影就出现在了玩家面前。玩家慌乱中来不及思考，他迅速的开启了逃跑模式。突然，他一个不小心坠入了岩浆池，嗝屁了！什么情况？住所外什么时候有岩浆池了？屏幕前的大家，别忘记点追按钮，订阅节目，下次更新不迷路哦。